今天来做超快速水煮蛋，一颗、两颗或三颗都可以哦，水量一点点就好了，大概这样。放进电锅加水，盖上锅盖，插上插头按下去，完成啦！切给你们看。喜欢吃半熟蛋的，跳起来计时一分钟，就会像这样喽。不敢吃半熟蛋的，可以再让它焖三分钟，里面的蛋黄就会全熟喽。是不是很简单啊？我喜欢加一点酱油跟白胡椒，很好吃哟。这就是我的早餐哟。